啊，我们也交流了，并且我尤其是跟那个美国队的 Ashley， 然后我们也私下也非常好。然后那个他，我说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说北京，我们所有一切一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来北京了。然后我说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他说啊，我准备好了。他说不知道北京怎么样，不知道北京场地怎么样。我说北京的场地老好了，我当时就是跟他交流的还挺多的。然后就是每一个吧，真的是在赛场上每一个的这个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虽然是对手，但也彼此惺惺相惜。